来算命，不管你是要问感情，还是你会不会生病，我们这个塔罗牌啊，可以让你问前世、问今生，还可以让你问问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生。不喜爱安尼，你知不？过年一定要心诚则灵，你一定要在你心中专注的想着你的问题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整你，你也不会有怀疑。呵呵。好啦，你要专注的想，心平气和的想，哦，呵呵，来，我先抓给你打嘞。阿尼，你等一下醒过来了，你就会很尴尬啦。好啦，一切这样就准备好了。哎，智先生，你把这里当作什么地方啊？这位小姐，你是在梦游心？哎，这位太太，你的行为让我感到非常的怀疑哦。啊？什么？哎，哎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哦，天哪，这一切都是个骗局啊！是的，问对了。这位小姐，你感到很惊讶，对不对？到你家那丢搞你。